什么原因来讲私心不由因？你听你了解？阿姨，喂，因为你碰见钱，你真糊涂啊！你竟然无来找，遐钱可是偷家捡，啊？遐钱偷家你捡着哦？对，你阿婆伊讲我来了很多，我等真久，等无你到位，迄是讲你提起。你莫悄悄去认识世人，如今我是一个大头家，我拿我的民主声音，我贪心提钱，我的毛病，所以我来继续给你骗落去，你敢知影？我摕到恁家遐钱了后，我跟人做生意，吼、哦，遐钱摕去了，生意做到倒位，发达到倒位，我才变成一个富家人啊！是安尼哦，想讲这嘛爱碰到你这款有生意头脑的人。才会运用遐个钱，怎啊发达起来啦？我就是安尼生，才会帮忙你的囝，为着报恩就对啊。你若要说感谢，伊当然都爱多谢阮媳妇。当开当差时哦，伊牺牲个家庭一卡手款，摕去当。真实个啊！不过事到如今，特别甲你讲啊，你家庭还不是我的啦。啊，你唔讲你的家庭？无啦，我要嫁你的时阵，我路当着好嫁新娘，看我善嫁动情话，是一个好嫁新娘做赞我的。是安尼啊？啊，你是谁啊？我唔捌你呢。唔捌啊？那就麻烦啦，你去倒位遐找你。啊，我有办法啦，既然是安尼温情人，啊，都已经发达啦，咱家去当店，家己款俗倒倒来，下倒红嫁倒定，日日家己吊拜，啊，你报答你温情好不好？安尼嘛好。子欣啊，安怎？你做人别人的人情义理，你真合我缘。老师哪有一个想法，唔知你会甲我拒绝无？你有啥物想法啦？我想要甲伊收起做义子。你敢无去呀？我哪会去呀？人个面前就是义庙啊！哎呦，我会客气啊！安尼我叫你阿爷会使啦吼，阿母阿你会使死啊？哎，叫老母去死。阿母，逐摆哦，你还袂收，今日做客的时阵，我若搞怪啦，是安怎？种。都是恁老爸早死的，我干那生恁一个好死的了，我早就拿去死的了。啊，你干嘛加一个呀？不是，是，是。无啦，伊在讲迄句话是怨叹，所以才会讲遐话，迄气话无影是话啦。事实即摆佫加一个后生，阿母佫较好命，我要让伊顶忧哈，我哪有可能甘心？我听无啦。